很像，你应该要祝你生日快乐。大家都聪明嘛。谢谢大家。
所以那个小玉就说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那大家要等一下，因为我们现在正式进入那个八十八八只是赞助舞台，大港台上明年要开一个赞助舞台给我们，跟巨兽一样是不是？海龙王、女神龙。冠霖会，其实东岳还欠我6000块。我其实那个阿强找来，我就很开心，但是因为那个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对对对、啊。现在就是我其实歌都没练，又今天就是来讨债。你等下弹错，大家那个有摇滚乐就是有愤怒。你怎么还钱？他真的很靠北耶，你知道大家知道我们吉他手阿奎吗？知道。然后他就读台大的时候，他把他的脚车弄丢了，陈奎仁记恨到现在了。没有，是我记住。所以其实陈奎仁忘记了，没有，我一直现在想起来了。对，你是忘记了。还是害怕。可不可以？
顺利的过完，可以继续活着，没有欠太多钱。